我会接触到 BBA 是因为我哥哥认识 BBA 的老师，就是 Irene。因为我之前是什么也不会，然后学了过后就觉得原来我还可以洗脸啊、化妆、纹眉之类的。我在 BBA 这里上课也认识了多朋友，然后也可以学很多东西，老师也很好，就很愿意教，然后每个手法也不一样，可以学到很多。BBA 会根据我的强项来帮我找到工作，就好像我喜欢纹身啊，或者化妆，还是会提供我课程来帮助我学习。我会介绍 BBA 这个学院给我的朋友，因为这学可以学很多方面的东西。